绍的是侏罗纪巧克力。它上面写 Jurassic Chocolate。它有一个袋子。你可以放这一盒的袋子。现在我们要打开。慢慢开，没关系。现在我们把这个打开了。我好兴奋哦！慢慢看，哇！它里面写这些东西，它还有一盒巧克力，还有一些工具。现在我们要把工具打开。工具有一个铲子，一只刷子，还有一只锤子，是铁的，亮亮亮。现在我们要把巧克力压碎碎，才可以拿出里面的恐龙。现在我要把它拿出来。准备好了吗？3、2、1。现在用钢匙把巧克力挖出来，挖到看到一些东西，可是不太确定它是什么。看看这个大巧克力，有巧克力酱的外圈。现在我们把它全部拿起来之后，再来看看中间的恐龙是什么。好期待，好期待，到底是什么呢？好难的呀。先把我们的全部巧克力都拿起来了。现在我们用刷子把这只恐龙刷出来，慢慢刷，不要把粉喷出来。里面到底是什么呢？看到已经可以有看到恐龙化石了，就不要用钢匙挖。好像雷龙哦。到底是什么龙呢？它的脚在这里。它好像是恐龙暴龙吧。应该是暴龙。看到它的脸了。它的确是一只暴龙，哇哦！
说在旁边。哇，暴龙出现了！别敲！再刷一刷暴龙，确定没有其他东西。Oops， 暴龙的脸被挡住了。现在这里是我们的暴龙。这些粉你可以把它放在杯子里，再把牛奶倒进去，就变成巧克力牛奶。这些粉也是可以吃的哦。嗯，好甜啊！我们再刷一刷吧。再看看它到底有什么地方还没挖到。哇，好酷哟！快挖！不要再敲了，快点挖挖挖挖！它的尾巴到底有多长啊？这里吗？这边是我们的恐龙，你可以看出来它是一只暴龙。再把它刷一刷，然后这边是我们的侏罗纪恐龙的节目，然后拜拜。